赵总，今天通过刘总认识你，非常高兴啊！啊，非常高兴。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赵总啊，您看，难得今天这几个哥哥这么热情，要不，接下来您跟大家打一圈啊？好啊，来，刘总，合作愉快啊！以后多帮忙。赵总啊，哎，这有句话怎么说着来着啊？巾帼红颜，风骚玫瑰呀！啊，不愧是金董手下的娘子军呐，看不出来啊，你这也是酒桌上的女中豪杰呢。刘总给我吃了定心丸，那我肯定得拿出诚意来啊。说到这诚意啊，正好啊，我这几个广告界的老哥哥呀，他们呢正想跟你再加深一下了解，咱们现在哎。一部 KTV， 正好大家再熟络熟络啊！不了不了不了，你们先玩，我回去还有工作。别扫大家兴致嘛，啊！走吧，就不去了。啊，赵总，金董和国安那边有个电话会议需要你参加。这看来赵总真的是商务繁忙啊。啊，那生意上的事当请，您忙。好，那下回约吧。赵总，夏天见。先忙，先忙啊。你不是在医院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溜出来的。喝点这个，解酒的。嗯。我听郑多喜说你有事儿，我就赶紧过来了。看来你在公司的眼线还不少。怎么回事？感冒了还喝酒，命不要了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休息会儿，到了我叫你。嗯。